哦，宝宝蜘蛛哎，天哪！我们一样先讲新的六九，先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必买的啦。刚刚攻击力九就直接买了，这毋庸置疑。最近真的改很大，真的是超棒！你看，连他获得的速度都全部都改了，没什么缺点了。就看你要不要玩到六啦，还是你要主动投降？那没错，你可以一直投降，结束回合这样。你可以结束投降，等到十。死了吗？等四，四出来之后，这样我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哇，他还会生卡片给我哎！哎，这样不就赢定了吗？他为什么不这样放？最后就溜。啊，我不就六决胜负啊？我刚好抽到我们那一张十二，定胜负啦！你觉得谁会赢？哎，那如果我跟他平手的话呢？哎，他最后一张怎么放那里？啊，他提升他的攻击力。哇，太扯了，太扯了。